这球打得很平，跳接，哇 ，timing， 新元旭哦，今天守二垒，因为他是右打者。对，那二垒防区呢？他守过，但是呢，并不是那么熟悉。嗯，你看他最后那个 tempo 啊，对，从半动作我们可以注意看右上角的新元旭那个 tempo， 再顿一拍，再起跳。对，新元旭在第一时间要起跳，发现这个球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快啊。嗯。最怕的就是跳起来，要落地的时候球才。